太上说法时，金钟响云，百岁长久地，群魔护乾陵。天花散花雨，华府正名城。诸天更善哉，金童五妖群。宴请八霞光，照一归心。朝花道花高，亦是无人生。句句如历练啊。接下来啊，洪师傅要来谈哈，谁为哈释迦牟尼佛啊受记印证啊？印证啊，就是说，当释迦牟尼佛啊要入涅槃，就是年老了以后哈啊，即将要死了以后啊啊，为释迦牟尼佛哈。啊受记啊，印证哈啊，是成为佛了哈。这个是在那个佛教最早的经典《杂阿含经》哈里面的记载了哈。首先哈，洪师傅要说《杂阿含经》哈啊，是佛陀在涅槃前哈，就是快要死的时候哈，告诉弟子哈。的要依经依律来审查判断哈，而不盲信任何人哈，被认为哈，是哈，最接近哈原始佛教早期佛经原貌的佛陀言论哈，这个是。那个《杂阿含经》哈里面的叙事哈，尔时，佛母摩耶夫人天上下来啊，那个摩耶夫人哈从天上下来啊，那当然说神也好了哈，那同时是说母娘了哈，因为是一种灵的源头哈啊。加之于我们人的身上了哈，啊，只知众生所啊，跟所有的那一个修行僧众说了哈，嚎啕啼泣哈，呜呼啊，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快要死的时候哈，啊入涅槃哈，啊。鸣呼啊，在哭啊，苦哉是我之子啊！啊，意思就是说啊，很可惜哈 啊，他的儿子释迦牟尼佛哈 啊，非常的苦啊，历经阿僧子劫啊，就是说历经了千万的劫难了啊，修之苦行。不顾劳提，积德成佛，啊，积德成佛，哎，给你啊，哈，德性，哈，有道，啊，苦集灭道，才能够成这个佛啊。今者忽然消灭，就是说快要死了啊。而说偈言，哈，这个偈就是，那个释迦牟尼佛弟子哈记载的哈。也是佛母啊，摩耶夫人啊，母娘的一个话语的哈。我是佛亲母，我只积苦行啊，很清楚了哈，不用解释啊。经历无数劫，究竟成真道哈，成真道那成佛了哈。悲泣不自胜，今法夫磨灭。啊，释迦牟尼死了、啊，就没办法再传法了哈。名呼智慧人哈，有智慧的人都会哭泣的哈。尔今何所在哈？啊，此法舍增受哈。借着我们谈的法则哈，宇宙真理的法则哈。啊，不要在那边争论哈！从佛口所生哈，就是释迦牟尼说出的很真心的言语哈，我们就奉为圭臬哈，
等于是标准啊，啊，从佛口所生哈，诸王无上尊，修行人哈，不必哈，谈什么，我是什么法王了哈，我是什么，非常尊贵的人，不用了哈，真实佛弟子哈，我们只要真真实实的做佛弟子就好哈，陀陀修妙行啊，你做一个领导人物哈，你还是要走修行的路线哈，而不是去做一些很行政的工作哈，你还是要修哈。是指临属间哈，啊，深入那个山林哈，山林修行哈。如是真佛子，今为何所在？哈，这个就是要真正的修行真佛子哈。今为何所在？要找这些人哈，今于者于世间哈，无有诸威德，哈，不必用那个威严呐哈，啊，来用那个恐吓哈修行的语气哈，来教化众生哈。旷野山林间哈，诸神即无言哈。那事实上哈，神哈是慈悲的哈。啊，这个山林山野哈，也是哈，很跟人类哈合而为体亲近的哈，而不是你一直在那个啊树立威望哈，不是要树立威望哈，世界悯众生哈，我们需要哈这个良心良能。的戒律的哈，啊，来教化众生啊，信戒自汪言啊，自威言啊，你相信你的真灵良心哈，自然就威严了哈。忍辱直行，观察诸善恶啊，看世间所有的善与恶了啊，都付窍谈之中哈。如是诸圣法。近乎都已尽了哈，讲那么多哈，事实上啊，无一法可言哈。事实上哈，近乎都已尽，不用讲那么多了，以心印心哈，啊，直接哈，那个传心哈，直接用心灵去感触就好，哈，啊，这个所谓教外别传哈，我们就。用心灵的意会去沟通就好啊。根据哈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，你看佛母啊，摩耶夫人母娘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当初啊2500年前印记受证啊。那这个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整个道哈，就是只有一呀哈，啊，就正如那个弘师在说，宗教哈只是道觉悟彼岸的交通工具哈。因为我们现在变成宗教很多了哈，那以前就是修行而已嘛哈，啊，所以说。你这个宗教哈，就好像汽车了，好像是高铁，好像是自行车了哈，随你选哈。你要信基督教也好，啊，信道教、信佛教也好哈。只不过是我们是要修行，我们要觉悟的，啊，这个是到了灵岩彼岸了，啊，到了回归我们灵的源头啊，啊。当然，你不要执着你的车啊，不要执着你的宗教哈，啊，那宗教是人设的哈，我们要打破这个宗教的藩篱哈，那我们只是要达到觉悟的一个境界哈，啊，要用这个态度哈，来观视世界，啊，宗教是和的，啊，道就是一。
啊。那因为有个灵性源头的母娘 ，mother 好了，母亲好了，甚至于我们不用说名称、名字、名相都不用说也可以。你要说上帝，你要说阿拉，你要说佛母也可以哈、啊，你要说西王母也可以哈、啊，而不用管那一个名字哈、啊、的一个限制。母娘可以把佛道灵通通统合了，啊，这个通通统合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像这个智慧手机的啊，你看这个智慧手机打电话，啊，照相，还有小型的电脑，还有沟通讯息的工具，通通在里面，啊，世界在变，人类在变。变做了 all in one， 变做了简单，变做了合一，就是弘师说的一的法则啊。这就正如哈、啊，弘师说，宗教就好像是中药哈、啊，中药单方哈、啊，单一个药方哈、啊，不足以哈、啊、吃下去没有什么对人体没有好处的哈、啊。也就是说，单方哈、啊。不足以解决，啊，宗教的单方不足以解决人生的疾苦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要健康啊，你要就配一帖中药啊。我们解决世界的问题哈、啊，要有治世的良方哈、啊，你也必须要统合各种宗教哈 啊，就像好像中药的一帖药一样，统合一下，啊。这样子，哈，不是你通通在一起，而且不混合的，哈，过去很多的宗教谈说，哎，那个，哈，一以贯之，哈，事实上没有贯起来，哈，没有统合起来，啊，我们是要统合起来的，啊 ，all in one， 啊。那这样子的，唯有弘师说口中说的母娘 ，mother， 啊，灵性的源头，啊，嗯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啊，你属于道，西王母，你属于佛，摩耶夫人，啊，你属于天主基督，圣母玛利亚，都通，啊，把它看作超乎人类，啊。肉体的想象啊，一种心灵啊，母亲灵魂母亲的那一种无形无极的想象啊，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得到啊。感谢你啊，弘师花很多精神啊，一生都在传母娘的道行啊，但是哈。社会在进啊，洪师傅的想法也一直在进步，而不是守在那个旧的巢臼里面啊，闭门造车的啊，不是这样子啊。啊，如果现在有办法坐高铁啊，有办法坐飞机，洪师傅要当然要，哎，这是交通工具啊，更快啊，抵达智慧的彼岸，抵达觉悟的彼岸，抵达灵验的彼岸啊，知道吗？感谢你哈，让我把这次的录音录你了。那你好，好久准备很多东西的，电天但是千头万绪，至少要拼天的。那未算电天宫，不管多少力啊，未算电天宫，但是要注定宫啦，嘿啦。表达，先进，你拿去，你不要这样子随便走。对，都要给你的，嗯，能够打破宗教环境，谈得完不？你也得花点心思。安尼好，但有一天，可以了，慢慢的试，别两个两个，慢慢的试。安尼好，嗯，啊，你认识上帝也好，哈，不要认识母娘也好，哈，认识佛母，认识道母也好，都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为什么结合？
因为无形的力量，无极的力量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没想到台语歌也可以跳哈，台语歌听不懂也可以跳啊呢哈。听那个拍数怎么跳？听那个拍数就可以了。听那个拍数，嗯，你一定要准的拍数就什么都可以了。